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哈。那一样哈，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红色的字订阅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。那对老师很赞赏就可以按个赞。那如果要留言，滑到最下面。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那我们继续喽，来我们找八。好，这个八，这个八，这个八，这个就是八。好。再来两行，哪边还没有八出现？好，这个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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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就八。好，八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好，八也，好，八也 bingo 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怎么样？我们看这边差哪几个哈？是不是差一二？还有什么？三四一二七九。好，一二七九，这个不能放七啊，一二七九，那这个很简单，这边是，这个、不能放二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这个哈、啊、是一二三四五六一。一二三一七嘛，啊、哦、一七，这个没不知道哈、哦，这个一七也没有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哈、哦，来看这边这个地方，这个比较特别的六七九，但是你看这个七跟四表示七六七九这个东西，这个我们上次有一次也碰到的哈、哦，就是说这种是面的解法，表示是七是多余的，那表示六要跟谁配？跟五配哈。哦好，六要跟五配哦，啊，不是跟七，所以说这边有五，这边就放五。好，好，在这五过来，五过来，哈，五过来，这个就放五哈。好，那再来怎么样？啊，七过来，七过来，这个还不知道哈。啊，六七五，那我们来看五有没有可以把五有没有bingo了。五，我们看看五行哪边还有切五哈、哦？这个有五，这个五，这个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九五也 bingo 啦，五也 bingo 了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九，九还没 bingo 哈、哦。九，我们看看这边有九，这个九过来啊、哦，这不知道哈、哦。来，这个九过来。这个九，然后刚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就九哈 ，OK。好，再杀上杀来，对，这个九，这个九，这个就九 ，OK。好，再怎么样？啊、哦，这个九，表示这两啊、哦，这个九，这个九，这个就九，再杀过来，这个九，这个九，这个九，这个就九，啊、哦，再杀上去啊、哦，这个九，这个就九，啊、哦，那九也怎么样 ？bingo 哈、哦，那这个差一个是什么？差一嘛哈、哦，放下去。好、哦，来，那、啊、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也是一嘛，哈、哦，来连锁反应很好用啊，一这个一，这个就一嘛，哈、哦，记得啊、哦，连锁反应不要小看连锁反应，这个一这个一，但是这两个不知道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看这边差多少哈、哦，是不是二跟三啊？二三，能不知道？不知道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来说，这个又要用比较特别的技巧哈。哦你看啊，九五九五啊，来，这个又是一个特别技巧啊。这个之后，我们现在这种技巧哈，听、哦、这个来说，它横的直的六啊，九五九五九五啊，那表示四是什么多余的哈，九五九五嘛哈、哦，那九五是多余的哈、哦，那表示什么六啊、哦、就。九五是多余的，那八就跟三，八是八跟三，哦，是配一对的哈、哦。那表示这边就要放三，这样就是哦，这个就是蛮特别的东西哈、哦，一般人不知道哈、哦，这个是蛮特别的哈、哦。我们在高级本来应该在高级才会碰到，但是它这个题目里面就要用这种高级法哈、哦。这个三过来哈、哦，这个三过来，来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三哈、哦，来，好、哦、再继续上哈、哦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三哈。哦OK， 这个杀多少？杀二就放二哈。来，再来怎么样？好、哦，二杀过来哈、哦。这个等一下哈、哦，这个二杀过来啊、哦。这个也，啊、哦，这个差一个而已。